怎么了？啊！干嘛，Monkey啊？我爱这个舞，扭掉。记得离开的那天，带着我单纯的最初，生命的旅程，有起起伏伏，也不是只有一条路。不管世界它艰难多少，乐观的我不会认输。 那些用决心度过的昨天，永远都有我的祝福。伸出手就是我的幸福，拥抱着生命的每一处。累的时候笑一笑，也不会觉得。 这块是扫客厅的，这块是扫楼顶的，那这块是扫灶开的，千万唔通丢。我知啊，这两块，一块是燕座的，一块是燕花的。是啥啊？嗯，你后生啊，大汉的是燕座。 第二个是燕花，我有后生啊，你的名拢好好哦，敢袂用的？这阮孙的，你嘛管想济啊吧？那是阮囝呢，这是我的婚姻，我的人生。哼哼，歹势，你即卖人生已经是阮单家。 哎，来，您看嘛者。哦。啊啦。叫你咩啦？我巴肚枵啊，搞卡住。 这边我阿囝甲云通报的啦。啊，迄楼水修理好啊袂？修理好啊啦，袂使哦，拄仔才走。哦，阿囝你好袂？啊？阿袂啊？阿袂，你搁徛这边创啊？厝顶修理好啊啦。 安尼就唔惊哦，落雨会滴水啊。嘿啊，以后吼就免摕水桶，你才心水啊。嗯。哎，你搁摕咧手诶，啊收收起来啦。啊。迄家仔吼，咱后生足敖诶啦，即马薪水哦加足济，咱会当过好日子啊。搁加上吼，咱阿庆即马搁有心啊，咱会当讲吼是双喜临门啊啦。哎。阿庆吼是咱兜诶新妇。 千万唔通甲伊当作是外人啊！伊甲咱做伙生活无偌久，
迄生活的习惯拢无共款。我咧忍，伊一定嘛咧忍。来，爱互伊当作吼是伫咧家己厝内底共款，尤其咧做护士，一轮三班是足辛苦的呢。应该，这话吼，我敢若捌听过哦。啊，这毋是我较早哦，捌甲你讲过。我，哼，你想看卖吼，咱这孙啊是查甫的查某的。我毋是算命先啊，我哪会知啦？啊，毋过吼，毋管是查甫还是查某，拢好。上好是查甫的，无遐个亲情一定会问的啊。啊，万一头一个是查某，啊，毋就输人一截啦。啊，毋过吼。我对文通哦有信心啦，伊一定有才调吼。啊，头一个生查甫的，迄到时阵哦，伊就会讲：哎呦，恁这个孙哦，那真好奇，搁种菜，安尼唔才有面子。讲到哦，敢若咱金孙已经出世啊。啊？你讲啥？哦，我讲吼，你是一个好大家。嗯，够早你才知。我搁要去菜市仔一逝啦。啊！你透早才去买菜，啊，即马搁要去菜市仔。我爱加买一寡啦，为明仔载开始，我爱替阿庆哦穿便当，互伊食较营养的。啊，伊若健康，我孙就健康啊。去提钱啊！好，比昨个便当搁较大呢。阿奎啊，我们看卖哦，你今日找啥物好料啦？哇，遐尼啊青草哦，较有营养，拢有完。我前几工吼，会遐袂到最厉害，根本都无胃口。无胃口，毋爱加减食，无营养的无够啦。我知影，不过都食袂落来，你甲我斗食，我阁无菜。嗯，我才袂咧，迄是恁大家的爱心咧，唔嘛。你著莫客气，加食一寡啦。啊，无今仔无食完，阮大家会感觉讲我辜负伊的心意，会无欢喜啦。哎、恁大家哦，破门啊，敢会顾你来，甲饭拢夹袂啊？我毋知影呢。啊，我最近足忝，足爱睏的。啊，二时精神无好，暗时嘛一下就睏去啊。我可真正毋知伊有你来。今日啊，落明安尼。无底卡吼，连你哦都甲你夹配哦。你莫甲我笑哦，到时阵你若是叫我陈医师，嘛是要带去引导，甲因爸母哄抬的。啊，后摆哦，我大家若是安尼甲我为难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呢。我嘛真正毋知，我敢会当顶来着。先生娘，做人的媳妇哦，就是爱晓忍耐。也较紧学起来。哎呦，奶奶食饭哪里吐大亏啊？啊，你是咧讲啥？阿庆哦，得教我做媳妇的忍耐心法啦。啊，不过做人的媳妇吼，确实无简单啦。遐承担的代志吼是少做的呢。啊，不过翻过头转来想，这吼嘛是一个磨练的机会啊。就亲像有人做兵伫咧讲的啦。啊，合理的要求吼是训练。啊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，啊，你就赶紧来一个动作是咧做兵啊，把你的婆婆吼动作是班长，啊，给你一个机会学习成长。怡君姐，你哪用做兵来讲啊？其实哦，班长哦，嘛不是有心哦，要甲新妇作对啦。其实哦，都是为着新妇好。无唔对，为着你的先生，为着大家大官，为着你家己好，为着平安甲和乐，退让一步吼，忍耐一时。啊，咱转一下心念的吼，把规间厝的温吼，拢转甲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生啊嘞！啊？你讲啥？你要生啊？你啥讲的啦？别！阿三伯。
放在头前，然后行过就好啊啦。对，我跟你讲哦，迄206、208，佮迄213，迄白板我拢处理好啊。还佮有啦。哦哟，你嘛较拜托嘞，这交阮就好啊啦。哎呦，我去三轮椅啦。啊，别，我家己真正会用行的啦。即摆才拄开始疼尔嘞，还佮早啦。是。哼，你去共迄二号柜仔拍开好无？内底有一个乌色的袋子，帮你看一下。这哦，是文通公司啊，阮家的电话啦，先替我联络一下吼。哎，我去，嘛真熬紧时间嘞，紧伫妇产科病房轮一个新生哦。够真实嘞。啊，好好好，多谢啊，我出去啊。哎，咱是不要生啊？是啊，我都要疼，我近视要出事啊，我要做阿妈啊，我要穿什么物件摕去给伊啊？啊，面巾、面汤、气垫。啊，够啦，够啦。啊，金顺的衫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唔对，头一日无要紧啦，我先去厝面家摕去给伊食。啊，文通敢知啊？知啦，你的动作较给伊啦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我要做阿公啊，我要做阿公。哎，我来斗三工啊。阿金，妈，即摆安那？安那搁伫遮哈？啊，无遐紧啦。开始疼药，不要紧啦。医生说要阿金哦多走一些路啦，安尼哦会较紧生啦。阿婆来，我来。啊？我来。哦，没关系啦，你去忙你的。哦，妈陪我就好了。好啦，那呢我先去忙伊哈。你去忙哈，我来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疼吼，我就了解，你唔得就过啊！啊，来，妈，多谢你嘞。哎呀，讲什么多谢啦？来来，继续行。哎呦，这文通是走去对，那按未来啦。文通啊！啊，头家，啊，你哪会搁伫啊？我咧等你啊！啊，你来叫我转来啊！头家，歹势啦！啊，我着迄乌托邦出一挂状况吼，啊，我搁有两个车站啊，要走。哎呀，无要紧，也无紧张啦，明仔日才去啦。你即马赶紧去病。啊？下晡恁太太同事敲电话来，讲恁某要生啊呢。我某要生啊？嘿啦。啊，我某要生啊！啊！我即摆随去陪伊啊！紧去啊！老大，拜托姐吼，你千万唔通伫个这时阵搞出状况啊！哈，我知影我今日对不起你啊，规个话咧安尼，害你走透透啊！不过我某即摆人伫个陪伊，你唔通伫个这时阵搞发脾气啊！一定要让我平平安安顺利到陪伊哈。呜呼！多谢啦，我请你多来民主啊！谁来哟？恁来就好，真来呀！妈，我都规个晡拢咧无闲啊！我打转去办公室的时阵吼，阮头家甲我讲，啊，我都随赶过来啊。为什么代志比家己的某生囝搁较重要？阿金哦，替你生一个后生啦，是咱陈家的大孙呢。有啊，是好事啦，是好事！啊，给你看麦。好，啊，多一间啊，一间啊。
是嘞啦，拄则你的办公室，阮头家甲我讲，我才知影你要生啊，我已经尽量挂过来啊。无要紧啦，我知影。你看囡仔，看是较生你，还是较生我？好。感觉伊像一个小老头，讲好亲像是一只小猴子。哪有人咧？我家己会惊啦。好啊，抱一下。哦，好。啊，较轻嘞，较轻嘞，较轻嘞。 生的时阵，我应该要陪在你的身边。无要紧啦，妈有陪我，你陪我陪足久的咧。所有的饮料，拢有价值啦。是啊，我即摆有你甲囡仔，搁较安怎辛苦？ 发生的代志，是我这个做人爸爸、做人翁婿，做人后生，想拢想袂到的。你爱干嘛讲？你囡仔一哭就抱起来，心歹啊！文通啊，囡仔吼，你抱的时间无偌久，一下啊就大汉安尼。就是啊，到时阵吼，你要抱伊，伊搁无爱你。对啊。 你无趁即摆抱，你要等到什么时阵抱？就是啊。燕祖抱倒来处理外久，阿金甲妈，就为着带囡仔的想法无同款，常常伫咧起床。哦，较细声的啦，会甲囡仔惊着呢。 阿妈，阿妈，哦，有恁妈妈实在是吼，哦，唔惊唔惊啊！真紧，阿金够有心啦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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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跳都甲抱啦，伊足巧的呢，就是阿人抱才一直擦，是吧？无你即摆是咧教我，讲安怎带囡仔哟？我毋是迄个意思啦。我看吼，我着陪伊去甲我睏，敢袂用的？妈，我知影足听燕祖的，啊，不过没想较深啦。来以后，以后安那？变歹啊？
我知影轻重，唔免你讲。好，阿妈先，阿妈带你出去哈。哎呦！我是看到燕祖咧哭咧，唔甘嘛。我就甲伊抱者烧者，你著讲我生伊。那以后我哪会敢替你带囡仔啦？敢若照你的规定？妈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囡仔爱疼，啊大汉了后才会甲你亲。那就参像文通啦，细汉的时阵嘛足得人疼的啊，我嘛足生伊的。伊敢有变歹？无嘛。你电脑吼足友好，足体贴我呢。阿妈笑笑，哎呦，唔甘啦，哎呦，吼，外孙啦。嗯，哪会要睏啊？本来是足爱睏的啦，啊，不过妈就一直念，我都睏袂起啊。啊，燕祖嘞？伫妈房间睏啊。嗯，好啦，先去内底啦，莫挂着啊，吼。啊，你拢原本讲妈念我啥哦？啊，骂人就是安尼啊。伊咧讲的拢是小寡代志啦，莫藏伫个心肝内。我才找时间哦，好好甲伊沟通，哦。你啉酒哦？是有啉淡薄啦。啊，都阮迄头家讲哦，我做代志正认真，啊，伊就想讲要请我甲另外两位同事去食饭。啊，这种代志你嘛知影，我总是爱互头家面子的啊。阮头家佫有讲啊，叫我好好做啊，死狗啊，都会甲我牵线啊。Kim， 我真正想要加赚一寡，你甲看，过几个月哦，咱就加一个古锥的囡仔，对无？你死狗开销就会变重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哦，先欠一寡。哎，我这做爸爸的初中拢无读毕业，所以哦，我搁较哪拍拼，我拢爱互我的囡仔读个博士才对。你会想学分无？嗯，啊，不过我希望哦，也是早囝，早囝吼较大心，而且搁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。早，燕祖嘞？哦，阿公带伊去散步，小等下回来。哦，我先来陪伊哦。哦，陪，唔对，哎，阿庆，啊，阿庆，你这礼拜唔是小夜班？这个哦，差不多要出来啦，我来陪伊待产。哦，啊，是咧听哟？啊，未啦。啊，我叫文龙陪你去啦，伊去床阿未？还叫你睏啊！我紧啦，我家己偷偷仔行就行啊。哪会用？无我陪你去。妈，无要紧啦，你莫紧张啦。我家己会用的。啊，互文通加睏一下啦。我若是生哦，我再请阮同事打电话转来，吼。小宝宝，哎，现在无闲哦，起来。哎，阿庆，
一个人来，文通嘞，伊等下就来啊啦。哎呦啊，其实伊有来无来哪有差啦，反正痛的都是我啊，他来我不会少痛一点啊。说的也是，哎，你需要帮忙要跟我们说。谢谢。好。阿金，文通，你起床啊？妈，阿金人呢？伊伫要生啦，去病院等啊。哦。哈？你若无甲我叫啦？阿金又讲，你提真济啊？哎呦，你应该甲我叫的啦！恁本身现做的时阵哦，我都无提迄身躯去陪伊啊。啊，我有讲啊，啊伊就讲你家己就好啊。都安尼啦。啊，我咪紧张咧。哎呦，你豆豆来啦，咪用用公公啦。是啊。啊？阿金人咧，啊我拄仔伫个待产室外口，哪拢无看到伊啊？啊！伊是毋是已经伫咧产房啊？哎呦，伊哦，已经。好，啊，你莫知，我即摆就去产房等你。多谢啊，多谢。哎，陈文通。啊？你嘛听我讲啥咩？我是讲，伊拄拄啊入去病房，已经洗了啦。哈？够行。哎，我洗遮尼紧啦。哎呀，我这摆够袂赴啊啦！我看哦，后摆哦，要先来医院待产的人哦，是你啦！啊，你喊哟！阿金，你来啊！是的啊，我搁袂赴啊。我一起床，妈甲我讲，我随挂过来啊。一开囡仔，搁生这么紧啊？我哪会知影啦？你后生哦，一时啊就抱出来。我敢若加买路了没？哎，啊，这届阁是后生嘞，你就是望的无？那会啊，只要你平安，囡仔健康，不管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拢好啊，拢好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后届你生查某囝的时阵哦。我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躯边啊！后盖，啊，我才拄生完嘞，你就讲后盖，你莫甲拜托的。好，你若无想要生吼，就莫生啦。给，豆豆来吼。我感觉哦，时间过得足紧的呢，我哪会感觉讲吼，咱两个才拄结婚尔。啊，即摆我已经是两个囡仔的妈妈咧，辛苦你啊！没啦，甲再有你，我才有一个完整的家。等你月来做煞，找一天，我带你去外口佚佗袂吧？出去佚佗？嗯，是安怎？弥补你啊！因这两天你生囡仔的时阵哦，我拢无陪在你的身躯边。嗯，安尼好啊，咱中昼先来去餐厅食好料，啊，
吃山吼，才做伙来去看电影。看电影？看电影好啊，安尼哦，我拄好会当好好困一觉。等你困起哦，咱做伙来去海边散步。开始啊。文通，你一定要去甲伊讲啦！你若唔讲，我就去讲哦。好啦好啦，我会甲讲啦。哦，迄孙吼，迄是我的宝贝呢。娶孙我是唔惊忝啦，啊，不过上讨厌的吼，就是讲吼，伊若转来就管东管西啦。囡仔佫遐细汉呢，应该听有伊咧讲啥？哼。妈，迄做护士的工课本来就足忝的啊，啊，有诶时阵回来，讲话就较无耐心啊。惠弟哦，伊就是莫伫咧我诶面头前教示囡仔，尤其是燕祖，我若听到伊家念哦，我着规身躯拢袂爽快啦，敢若占咧位。哼。妈，是你啦，拢是我诶问题啦吼，我无甲某教好啊，肯定是委屈啦。别生气啦，我会甲讲，啊好甲教示吼，别生气啦。蔡文涛，你是在讲啥？你是在讲啥？是安怎啦？你哪会变黑狗啊？我看这是冰雹，文通应该袂安尼啦。不用啊，无啥物啦，我今日才变你尔。有代志哦，你哪讲我哪听。阿头，我顶面甲你讲过，迄农场的师傅啊，阿你敢有兴趣要皈依啊？皈依，啥物意思啊？啊，就是开始对师傅学佛。这是要哪讲的？要哪解释较好？条件是好事啊。安尼吼，安尼，恁敢有兴趣要去？好啊，我今日下班有闲，咱就来。好啊，阿经理嘞，是好代志，当然嘛做回来。哦，安尼真好呢，安尼全国底款吼，无一阵嘛，从咱农场吼见一下师傅的，顺便互恁了解这功德会吼是做啥物好事。你看师傅有什么感觉？虽然讲师傅无特别对我讲什么话，啊，不过我看到伊就是一种真实在的感觉。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那今日会当来皈依吼，实在是真好。对啦，庆，拄仔师傅讲要办仪证的代志。平常时咱去斗三工，拢毋是问题。啊，不过咱答应师傅，讲要找医生来斗三工义诊，我是毋是答应得上过紧？安怎？你后悔啊？嘛毋是啦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做义诊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。啊，就是我烦恼讲哦，万一咱若找无医生，咱怎？没啦，咱就来文章医生看卖啊。而且你看，
师傅和我的法号是静善，和你的法号是静良，啊，咱两个人斗开，唔就是啊，咱做善良的代志。你蛮正好想嘞，所以我相信讲，像张成威医师、黄博士医师，他跟我本意亲爱的人哦，一定都会愿意斗相共。你唔通怀疑了伤早哦，你唔通袂记，大家是拢足无用的哦，包括你家己。有家庭有囡仔，你即马就拢已经无闲甲拢团团转来咧。啊，不过头拄仔师傅讲，伊这个时间是中道啊，所以时间上无问题啦。讲了不对吼，我靠，我明仔载就来找张师本姐。我就知你伫遮。啊，你来啊，安尼拄啊好啦。等下吼，我要拍一场啦。啊，你拢免食饭休息一下哦。哎呦，先拍球才搁讲啦，若无食到饱饱吼，是要安怎拍球？你安尼讲嘛对啦。我有一件代志，想要甲你拜托一下。你有代志要拜托我？简单啦，先陪我拍一场才搁讲。拍球哪有啥问题？安尼好，啥物代志你讲？就咱华联迄农场师傅想要办义诊，互遐较无钱看医生的人买当看医生啦。啊，场地甲药品他们都会负责，即卖哦就甲欠医生。啊？未开伤侪时间啊，每个礼拜只要两天中午就可以了。哦。我甲碧琪还佮有素莲，拢去斗相共。哦，啊，张医师，啊，你伫哦，想要去斗相共无啦？好啦，无问题啦。安尼就好，就等你这句话啦。唉，其实哦，之前我嘛捌想过，是讲哦，无行动了尔。既然我今摆已经答应你啊。你是不是应该靠对面去啊？嗯。阿舅。什么代志啦？你讲，一件好代志。什么好代志？啊，就是迄工厂迄办义诊啊。哎，咱做伙来好无？我甲你讲哦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会吐大亏？我无法度甲你共齐做好事啊啦。是安怎无法度？对。我考虑要离开华联啦。离开花莲，你是要去倒啊？倒，我可能要搬去台北啦。是安怎要搬去台北？但伊随爸母一礼拜要来阮家提亲啦。啊，这是喜讯诶，哪会吐大亏？你早起来嫁互伊啊？嫁互伊。就要搬去台北啊！而且，伊妈妈前一阵也跋倒，脚就无啥方便啦。但伊叔讲搬去台北会较方便照顾伊啦。啊，这嘛是应该啊。我知啊，但是，就袂当像即马安尼，大家见面啊啦。咱还阁是会当，逐天敲电话、写批啊。心怡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你的梦想成真了呢。三犀牛，哎呦，你哪样？唔对唔对，我讲唔对，应该是单身犀牛。你这话在哪里哟？
你先等啊，会当下班啊。哦，张医师，你先走，我较等嘞。嗯，我看你规个波拢是咧看手表，袂输有啥物少要紧的代志要离开。啊，即马门诊已经结束啊，你电脑阁无关。无啥物代志啦，啊，着今日下晡心仪要搬去台北啦，所以我毋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家己朋友要走哦，袂当去送伊。若换做是我，我嘛会感觉有助啦。人生嘛，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天下有不散的宴席嘛，对无？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毋过我袂安尼想。我应该替伊欢喜，甲祝福才对。对对对，为着庆祝，Miss Lai找到幸福，咱来拍球。拍球，找到幸福。哎呦 ，Miss Dan 啊，我是找一个理由吼，请你甲我做伙拍球，你就一定爱我安尼开嘴甲你鼓真心。好啦，啊我已经几落天无拍球啊，安尼规身躯我感觉矮腰矮腰，嘿，我球拍嘛替你传好安尼。好啦，安尼嘛较差不多，我球场等你哦，吼。邓如清，你哪会搁在家啦？你不是要去台吧？我推迟了一天呐。没跟你打一场球，我怎么舍得了？哎呦，原来你跟张医师串通好啊！你害我规下晡心内底拢感觉酸酸的，我想去送你哦。我马就赶课啊！我跟陈医师说，我不要去台北，我不舍得你了。我也舍不得。嘿，哎，你两个是安怎？敢若受到什么天大的委屈嘞？张医师，我管安尼啦，咱只有咱只钢队，我们让他们赢球。哦，我们让你们赢球啦，让你们赢球。谁让你们让啊？丢美，要运动加精神，好不好？打球就是要尽全力。嗯，走，我们去热身。嗯。哎，我就顾我妈呢。我嘛是啊。咱两个刚开始感觉歹看哈。那我要紧啊！下趟跟你做伙拍球，就算讲输，我们玩得很开心啊！心怡，嗯，多谢你呢。多谢啥啦？多谢你为着我多留一天啊！为着你哦，为着我们两个的友情。那为着我家己不会有遗憾，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去台北？而且要结婚了，我有淡薄仔紧张呢。哪会紧张啦？生活中有很多酸甜苦涩等着我们去品尝，最重要的是要让家人还有我们自己过得幸福。哎，啊你是讲煞未啦？有要拍球无？好啦，来啦！站上。要开始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感冒啦，等下我开一个药啊，啊，照时间吃药安尼好。多谢。张医师，太谢啊。Miss Dan， 什么代志？无啦，请问一下，张医师是毋是差不多要看完啊？是啦，伊即马是上尾一个病人啊啦。哦，好。Miss Lee， 恁带伊两个哦，去领药啊，啊，你带伊行了。好，多谢。安怎？啊，对我遮尔遐无放心，走来我遮要压人心。
无啦，我是惊讲你想无闲，啊无闲甲袂记，搁去拍球啦。唉，若是安尼吼，你著煞来球场抓人就好啊。安尼时间就袂赴啊。好啦，无爱甲你讲耍笑，我知影你足认真诶。啊，黄医生好袂？然后吼，做伙去。哦，该约咧车牌啦。对啦，啊，今日早有班，我素人不能去哦。好，无问题。行，出发。今日是阮甲师傅头一次做义诊，我嘛毋知影仁爱街的义诊一直做都是十几年。坚定看着前方。